真切愿，若依是生，啊，甚受一切众生，则愿愿皆为众生。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啊，这些愿力不是为自己，为众生。故愿，四十八愿是受众生。又曰：夜夜誓愿为众生故，如是四十八愿，或是或容，不可思议。这个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含摄其他四十七愿，愿愿如是啊！一愿就是一切愿的，一切愿就是一愿的，一愿就是帮助众生回归自性。啊，这从事实真相上说。啊，一般我们讲，每一愿都是帮助众生圆满成佛。啊，回归自性就是圆满成佛。啊，是一个意思。没有丝毫为自己，为自己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众生。为什么呢？众生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愿愿为一切众生，没有为自己，啊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。实际上呢，也没有想过众生。那怎么为众生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感有起心动念，应没有起心动念。所以它的作用无量无边的，深广没有边际，有念就有范围，啊，没有念没有啊。所以无念是真的，有念是虚妄，啊，总要晓得，总要搞清楚，搞明白，啊，尤其是。互摄互融，不可思议这一句话，啊，就是贤首大师还原观上讲的含融空有，啊，空是一切法界离体，有是一切法界的现象，不离自性。全是自性，自性在哪里？自性就在当下，无有一法不是自性。啊，你要去找，找不到；你要不找，全在你面前。啊，我们看念老底下一段，此愿意为，啊，这一愿就是光明无量愿，啊，意思是说，我法藏成佛时，愿我之光明无量无边，普照十方之一切净慧国土，净。是知是报土，慧是知是法界，佛
佛光普照啊。啊，望悉寺云，横摄十方，虚空无边，故国土也无边。国土无边，故众生也无边。众生无边，故大悲也无边。大悲无边，故光明也无边。光明无边，故摄取一无边。啊，摄取众生的利益，一要言之，于一无边，故光无边。你看看这个心量，我们怎么学？我们的念子念头啊，这么小，小圈圈，小到这么程度，两个人都不能包容。你看今天社会，夫妻吵架，不能相容啊！啊，连一个人都不能相容啊！啊，甚至自己跟自己。还闹情绪，迷得太深了啊！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是我们的本心呢、啊，真心呢、啊。啊，心也觉悟，真是这个样子啊。啊，无论众生。对我好还是不好，对我善还是对我恶，没有分别，完全包容啊！这是诸佛菩萨能办大事，大事什么？救一切苦难众生，能办这个事，这个事是世间第一等大事啊！我们怎么学？就学这个。啊，别人不容包，不能包容我，我包容他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不能跟一切众生作对。啊，是不可以作对，不是也不能作对。为什么？是，你要是真，看清楚事实真相，啊，是等于零，不是也等于零。是跟不是化成等号了。这是大乘。啊，汤恩比说大乘能拯救二十一世纪。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能契入大乘境界，能不能帮助世界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们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分别之处。啊，那救不了众生了。你执着，他比你更执着。啊，你要争，他比你争得更厉害，他不会让你的。你怎么能化解问题？化解问题全在自己，不在别人呢。在别人那边是永远不能化解，在自己这边马上就化解了。他争。我不争，竞争就没有了。啊，不争行吗？不争好，不争自己心底多清凉，多自在。啊，真的法喜充满，争的人多忧虑。啊，竞争、斗争。发展到最后战争啊，战争争个你死我活，双方都往下面堕落啊。来天来生人天没份呐、啊，其他就不必说了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。